準備出發澳洲啦。係啊，就嚟出發去澳洲啦，完成埋一兩樣工作就出發啦。過埋中秋節啦。喺嗰邊過啦，喺嗰邊過啦。期唔期待啊你？期待啊，因為我自己未去過澳洲嘅，咁所以就好想去。如果有機會可以去到睇 Quokka 嘅話，就會好開心。咁即係大家揾佢撈撈鼠。哦。但係好係咯，如果有機會可以去到睇嘅話就。你驚唔驚玩極限運動啊？睇下咩極限運動啦。蹦珠針啊！蹦珠針我其實我哋都已經試過，試過啦，叫一個運，咁所以就都。肯做啦，係我肯做，但係唔代表我唔驚啦，係啊，即係跳傘都 OK 嘅。肯做啦，但係都係會驚嘅。咁會唔會期待同邊個同房啊？昨天我們Mirror 一起排舞的時候，我都有跟Jeremy 說啊，我們會不會同房，但是不知道他們最後的安排是怎樣，但是尖公明一點啊，我不知道他們的玩法是怎樣玩的，這次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他們就說抽籤分房，還是其實去到機場都會拍攝，在機場已經有一個 kind of 好像有一個小任務這樣，所以內容是我們都好像什麼都不知道咁樣，係啦，可能佢想要我哋最真實嘅反應。會唔會想自己獨立房好啲啊？獨立房？我諗冇咁嘅 budget 可以有，我諗冇呢個 budget 可以獨立房啊，咁所以都唔使嘅。同埋我覺得，我諗佢哋呢個節目係想睇我哋 Mirror 之間互動多啲啊嘛，咁所以可能喺瞓覺啊 ，even 沖完涼之後，我哋究竟會即係我哋兄弟們究竟臨瞓之前係會做啲咩？我諗大家都會想知嘅，咁所以我諗獨立房就拍唔到呢啲。content 咁咧，近日你有冇留意 Elton 咧？即係嗰個fans club 咧，就話解散咗啊！咁即係都冇關心下佢啊！我哋有知道呢件事咯，咁但係都俾佢自己去沉淀，同埋係咯，佢自己去再睇下有冇其他做法啊咁樣，咁但係都冇太多嘅過問啦，因為仲係啱啱發生嘅事，係咯。咁你自己會唔會都關心下自己個 fans 級㗎？其實我 fan 級都維持咗四五年啦，係咁樣，所以都係咯，好希望都係最緊要係大家團結，大家一齊去支持我係開心嘅一件事，我就係不嬲都我想做到嘅嘢咯。因為譬如大家今次嚟event 度支持我咁樣啦，其實都係都係要大家一齊去團結去凝聚嘅一樣嘢咯，所以係咯，好開心大家到呢一刻都係咯，好團結地大家支持我咯。咁因為咧有傳咧就話一陣嗰個即係嗰個 fans club 咧，因為嗰個財政嗰個爭拗問題，就解散咁樣。咁你自己會唔會即係你本身你媽媽係即係 account 會俾都會整下啲 tips 俾你去處理一下咁樣㗎？我諗應該冇，我又冇聽話我身邊無論係 fan club 定係我自己屋企有財政嘅。嗰啲叫咩財政混亂嘅問題嘅，係啦，咁所以就應該未需要出動我媽咪去俾呢個 accountant 嘅advisor 嘅。